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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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我们来讲这个一则这个感悟，这个感悟呢，就是观察以后啊，你得到的一个悟境。那么最近呢，我们西雅图雷藏寺的这个僧团，有到这个从西雅图出发。他一个半小时的地方向北方走，那可以这个看到那个郁金香的这个种郁金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农场。那我们去看郁金香，看了郁金香啊，便不是白看，而是有这个郁金香的这一种感悟。然后我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问有一个弟子，我说这个种郁金香啊，你撒这个郁金香下去，它会不会长这个别的花？那个弟子讲说，那郁金香的种子种下去，当然呢，一定是长郁金香啊，它不会长玫瑰，也不会长牡丹。他意思是讲说这个师尊的脑袋啊，可能这个想法有问题。那么我们去看那里啊，其实这个种郁金香啊，我们晓得的。郁金香它只长一个礼拜，开花一个礼拜，或者两个礼拜，再长的三个礼拜，它有花啊，有开有谢。那我到了这个他们那里啊，我说奇怪啊，他们让我们看花，也不收费，也没收什么钱。这些花农啊，他怎么吃呢？那么就有同门告诉我，说因为这个种郁金香，其实他是在卖这个种子，最重要他是在卖花的种子。啊，你去看花了以后啊，看到花的美，然后你就去买它的种子回来种。那我又产生一个问题。我到那个种子店去啊，我很想问他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卖那个郁金香的这个种子啊？可以开花一年的，可以开花一年的。我心中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不敢问，为什么呢？那个一问的话，那个老外一定会讲回一句 Are you crazy? 一定会说你是亏己的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就有两则感悟，两则感悟。以前福士讲过一句话：要怎么得，先怎么栽；要怎么得，先怎么栽。他常常用他的这个毛笔字写这一句话给大家，要怎么得，先怎么栽。看起来啊，很平易，没什么。事实上，它的道理很深。我问的问题也是很平易。郁金香的种子
会讲什么话？这就是一种感悟啊。你种郁金香的种子下去，一定长郁金香；种玫瑰的种子，一定长玫瑰；种纤维的种子，一定长纤维；种魔力的种子，一定长魔力。今天就是要问大家，你种了什么种子？要怎么得，先怎么栽？这个就是啊，佛教里面讲的为识，为识，你的识里面呢、啊，种了什么种子？你的前世啊，种了什么种子？这里面也有宿命在里面呢、啊，也有事实上也有因果，有宿命，有因缘，种种法在里面的。你研究起来啊，就是一大篇的。你看这些植物啊，有些有刺的，有些是野草。它因为它种子不同，所以它长怎么样就不同。种松树，它就长松；种柏，它就长柏；种有刺的野草，它就长有刺的野草。所以佛教的唯识学是依照这样子很平易的道理去，你的神识里面呢、啊、是什么？另外呢，我问的第二个问题，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有没有长一年的开花开一年的，对这个郁金香，当然没有。这个也是佛教的很平易的道理呀、啊，有生就有死，有开就有谢。天底下没有所谓的啊圆满，除了密教大圆满以外，什么叫做圆满？你以为天天都是春天呢、啊？你以为天天都是在过生日啊？你以为天天都是在结婚呢、啊？都在办喜事、啊？所以月亮有圆的时候啊，有缺的时候啊，也有好的时候啊，也有坏的时候啊。所以花好看呢、啊，不过是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啊。你要认清楚啊，这世界上的事情啊，得失啊，你要用这种想法去想，你就能够很平衡你自己的心，很平衡。哪有永远得的时候啊，也有失的时候啊。哪里让你天天过年呢、啊？过年也不过是一天啊，放假不过是两天啊。所以你要想啊，你要懂得这一种思想的话，能够平衡你自己的心。所以常常谈到这彩虹山庄的这个落山风，落山风有什么不好、啊、那是缺陷美啊！哪里有让你天天都是晴朗的日子过，也是一种美、啊、所以天底下的事情呢、啊，没有完全是美好的，一定要有一点缺点的。花虽好，哪里能够让你耐看呢？也不过一下子，它有开有谢。叶啊，有圆有缺。生命啊，有生有死。事业有得有失。要这样子平衡你自己的心，你就会觉得心就能够自己静止。这个就是我第二个的啊，去看郁金香自己的一种心中的这个体悟。这个郁金香不是白看的，花有很多种颜色，你要从当中啊理会花的这个哲理，
Om Mani Padme Hum。